啊，这一组来自苗族的啊，苗族的姑娘啊，你们等一下，你们来自哪里的？啊，永水的蚂蚁是吧？美女，前方向的，你刚才他们唱什么？苗歌。你翻译一下嘛。就是说亲朋好友来到我们这里来做客，然后就是。然后呢？你一杯我一杯干呢。哦，就这样啊，这么简单。帅哥美女。哎，等一下，前方向的，刚才你们唱什么？台湾上刚才唱什么？唱苗歌。啊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内容？就是男的漂亮，男的帅，女的漂亮。然后呢？来到我们家乡把酒喝。哦，就是这样啊！哎呦，对对对，你们来自什么民族？苗族。哦，苗族姑娘真漂亮耶！来吧，喝酒。哎呦，一路长虹的。喝酒必须要喝不？对呀，你们家的。尝尝尝！哦！哇！哇！开心呐！哇！哇塞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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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拉啦，拿着他们上视频了。过来啊，快来，小小的一杯酒。等一下，不能走，等一下。啊。坐下来。啊，下面啊是我们广西的风俗啊，苗家的风俗啊。啊。太棒了！太厉害了！